厦门特产有哪些？厦门是一个清新秀丽的城市，景色优美，物产丰富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厦门有哪些特产吧。一、牛轧糖。牛轧糖是厦门特产之一，其口味繁多，有抹茶味、蔓越莓味、巧克力味、红茶味、玫瑰味等。二、馅饼。馅饼也是厦门特产，其用料精细，口味繁多，而且口感细腻，深得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喜爱。三、肉制品。肉制品是厦门特色小吃，肉脯色泽鲜亮，入口满嘴肉香，口感细腻脆韧，肉干丝丝分明，红润油亮。四、南普陀素饼。南普陀素饼是厦门特有的，其外皮酥脆，入口即化，馅料丰富，软糯香甜，不油腻。南普陀素饼被称为厦门素饼之首，是厦门当地的特色点心。另外，厦门还有金门贡糖、海产干货、茶叶、鱼松、姜母鸡、荣梅卤味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